北埔新冠肺炎嘅疫情近来近厉害，南埔嘅民众咪动强心，故说呢去上海去注意每位人可以来加动到。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统计，一直到昨半夜，注意每位人数总共有418人，同十月187人来比呢加动到人，一下大概有1530人去注文呢，当县民呢系近来近多人。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医护人员一再确认身份，为民众注射新冠肺炎 A G 疫苗，特别一再吩咐注射疫苗以后嘅注意事项。那如果说打完这14天内有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有加剧就要马上回来大型医院就医哦，不要去小型诊所。因为疫情升温，民众疫苗接种嘅意愿明显提升，公费接种嘅医护人员带头打疫苗，呼吁爱做全体免疫。因为我们是护理人员呐、因为我们怕我们被感染了，会对那个医院会有所那个损伤啦，所以我们就全部的人都要打。其实有疫苗就该打，对，疫苗保护力还是远大于其他的任何的处置啊，所以预防还是重于疫苗，还是重于治疗啊。就是未开封的状态下，开封的话是只能保存6个小时。因为接种疫苗的民众增多，医护人员量疫苗的次数越来越多。屏东县卫生局统计，预约的人数已经有1500人，其中公费大约1200人，自费的有300人。在自费部分，目前仍只有设置旅游医学门诊的屏东基督教医院处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民众自主意愿增加，也能够鼓励现在已经符合这个施打对象能够更快的赶快去做预约来施打，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屏东基督教医院指出，每礼拜三个门诊预约到6月23号以前，每诊40人中约满。5月21日同28日，加开的门诊也尽快满额。预计在14号下午加开的疫苗注射贴片门诊，请民众双面挂号。下届新闻，潘胜峰屏东报道。